当时就是让里边的那个6万块钱那个数目吓了一跳。这是6万块钱呢？对对对。所以说，真是。是。这个精神真是。好。我这上济南这一次，我这一次确实我这终生难忘。谢谢，我得给你送锦旗。失主赵女士原本是从兖州过来济南探亲的，这一大笔钱也是用来救急的。